是工作之余把音乐变成兴趣，就是可能休假啊，或者下班回家就当兴趣这样。我是万能科技大学旅馆管理系毕业的，然后在大四那年进来金华实习，选旅馆也是因为他大四有实习，那实习是直接毕业就可以就业了。高中的时候不是读餐旅管理系，是音乐，但是后来在选大学的时候就希望，我以后是马上就可以有工作的，而不会毕业就没有工作了。大四进来实习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啊，很辛苦啊，真的，一个月就要满间，就做到12间。对，可能一开始第一个礼拜就真的累到回家，就是马上躺床就可以立马睡着了，就都要在这里待一年，然后就把它做到自己精力做到最好。那以方华同学来讲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务实、认真、努力、愿意把工作做完的一位同事，所以他在半年内把房务员基本的工作，他把它做到最好，然后下一阶段他就可以学到更艰难的一个领班的工作。这个盘子要放在正中间，然后这个也是在正中间。口部打开的位置是从左边打开到右边。当你整理完房间，你回头看你的房间的时候，你就这是我自己也会想要住的房间。